我们先请 Linda 先做自我介绍好吗？嗨，Linda，Hello，大家好，嗨，午安。我们今天很高兴，因为我们加拿大终于有我们自己的食谱了。然后今天是第一天，在我们的 Cook I Do 里面，这个食谱我其实是几个月前已经做过了，然后因为还在 testing，又更改，然后今天就放在我们的 Cook I Do 里面了。所以我们很幸运呢，因对，为加拿大那个 Canada Day 就快到了嘛。借此呢，我先做一个这个食谱的分享给大家看一下，在我们的这个 Cook I Do 上面呢，你在这个 search，然后选出来以后，到这个 recipe 这里选 collection，那么你就会看到我们加拿大出的这新的书叫做 O Canada，那这个是给我们的新手用户专门出的一本书。那么今天 Linda 老师呢，在线上，在这个我们这个英文食谱里面呢，选择了这个 Canadian Strawberry Shortcake，这个中文就是草莓蛋糕吧，对吗？它其实也是不是蛋糕，也是一种饼干，好像scone做法的一样，是非常好吃的。那所借以，由我们。shortcake 也不是叫蛋糕的。它算是一种 pastry 啊。那对。这个呢，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有一次我看了一个节目，叫做他在访问那个MN shop meat shop。那他说在他们的这个店里面呢，最年度最高畅销的商品居然是这个 strawberry shortcake。他说创造了大概有多少的这个 revenue。那让他们也很惊讶，所以加拿大人是非常喜欢吃这道甜点的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把这个食谱呈现给大家，然后现在先让Linda 老师再继续介绍一下这个食材，还有我们大概的一个步骤有些怎么样，有些什么内容。对，每年7月1号呢，我平常都是我爸爸也带我们去那个 Canada Place，然后我们就去那边跳舞啊、唱歌啊，然后他那边也有卖这个Strawberry Shortcake，以前爸爸带我们去，现在我是带我孩子们去，然后现在不用去了，我们自己做，在家自己做，食谱其实是很简单的。是用中间面粉，还有泡打粉，还有牛油，还有 whipping cream 鲜奶油。我们现在就开始了。他说要放一个碗在上面，我们的主锅上面，然后放1500克的草莓，但是我只是做一半，所以我先用750克的草莓。诶，你这个看到我两个镜头吗，Brenda？好，这样子对，可以吗？这个草莓呢，你就切一个草莓，你就切这样子一片一片吃，分成四片，OK？我们昨天去摘草莓，非常好玩。然后新鲜的草莓，它是很红、很甜、很 soft 的、很软的，所以呢，是非常好吃的，所以1500克的鲜草莓我是用一半而已的，然后就放225克的糖，我也放一半。你可以先尝尝你的草莓，如果草莓很甜的话，你也不用放太多糖。OK，我今天就放一点点糖就够了，我觉得。OK，因为我觉得它也是够甜的，OK。然后下一步呢，他叫你就拿个勺子就这样子。然后呢，他那个糖跟草莓，你要放1个小时。1个小时之后呢，我给你看两个分别。OK，你看我什么都没有做，只是放糖跟草莓。看到吗？它有汁出来了。然后鲜草莓呢，很不同的。鲜草莓它比较很红，鲜红的。这个刚刚做的，对不对？
所以你要等一个小时后才可以用。然后下一步，然后预热我们的烤箱375度，所以我今天全部的东西都减一半，因为刚才我已经做好了，还有天气这么热，我不想打开那个大的烤炉，我就开我们那个小小的烤炉，375度。OK， 375度。要烤20分钟，然后呢，你要一个烤盘，烤盘上面呢放一个保鲜膜，这个烘焙，然后等一下再用。OK， 下一步 OK， 要再放一个碗在上面这里，然后呢放我们的鲜奶油，就是 whipping cream。我放一半而已 ，OK， 一半的鲜奶油，然后下一步要放2颗鸡蛋，但是我今天放1颗鸡蛋。一颗鸡蛋，然后他说下一步就这样子，等一下再用 ，OK。搅拌完了，下一步就放我们的中筋面粉，500克的中筋面粉。今天我是用250克的面粉。下一步，20克的baking powder， 叫做什么 blender， 中文是什么 baking powder， 泡打粉，20克，但是记住哦，我们今天我用是10克。 OK， 下一步100克的糖，我也用50克的糖。OK， 170克的无油奶油啊，无盐，没有盐的奶油，无盐的奶油，你的奶油要冻的哦，要冰起来，就是 refrigerator 要冻的，不要放在温室，然后要切一粒一粒，一丁一丁，看到吗？我先切好了，然后再放在冰箱里面，85克，170克，我就用85克。它这是黄油哦，对，黄油 butter， 然后放一点点盐，one teaspoon 一勺子，我也是用一半。下一步，盖子，还有2杯。OK， 它是帮我们设定好了 turbo 两秒，然后就下一步。用这个 turbo 呢，你要等一下它才打开，因为它要看看 OK。 然后这个刚才这个鸡蛋还有那个鲜奶油，我们打一打，然后放进去。放完进去呢，你去下一步，他说你要拿这个刮刀棒先轻轻的在里面，这样子轻轻的，okay， 然后再我觉得已经 OK 了。然后现在呢，下一步，如果你觉得那个黄油还再要 mix 的话呢，要搅拌呢，你再 turbo 2秒，然后现在揉面才5秒，哎，很神奇耶，5秒，哎，5秒就做完了，很快很快，看好了，哇，看，然后你就倒出来 ，OK， 看看，如果你觉得，你看，我觉得 OK 了，不要打，不能打太
太容的。OK。然后倒出来，这个上面、下面这里转一转，里面还有，用我们的刮到半，等一下呢，这个步骤其实是很重要的，你呢？就轻轻的，如果太用力的话呢，我们的黄油在里面呢会溶掉了。我们就用我们这个thermometer 的垫，这样子，你就用你的垫子就这样子，或者用你这个刮刀棒这样子也可以，这个。大家看到这个动作，这样子翻过来，因为它是这个 pastry 呢，也是很像英国那个 scone 差不多的做法。因为你这样子做完呢，你去烤的时候它会松松的，也可以用我们的这个。mat 来帮助，或者用这个刀这样按下去。OK， 然后我来教大家两个办法。如果你有一个cup 的话呢，你也可以硬按下去，但是呢你也可以用这个量杯，这个量杯是半杯的 half cup， 这个量杯半杯的，然后插一点点黄油或者面粉进去，然后这样子按，这样子按下去，然后我做这一半呢个食谱呢可以做到四个，你看就这样子，然后就轻轻的这样子，或者你拿起来做一个球，做一个小球，然后放进下去，看到吗？也是这样也可以。如果你要全部均匀的话，也可以放在这个量杯，或者你做一个球，然后切，用这个切一半，或者分四块，或者今天我们可以做小小的，也可以做到五个，就这样子。然后就烤375度，烤20分钟。轻轻的，因为它黄油里面还冷的，你看，所以我们要非常要用那个黄油，不要太大力。你看我今天做了五个，没问题，不漂亮，但是烤起来呢，它是很漂亮的。OK， 我现在放进去烤箱里面。对，然后我烤完之后呢，就是这样子。烤完之后就是这样子。就这样子，你看，刚才这个是我切的，然后这个是我用手的，所以没关系的，因为看起来你等一下要切一半，然后吃的时候，然后你烤完之后呢，也要放凉，之后你才可以放 whipping cream。现在我们来打我们的 whipping cream， 就是打我们的鲜奶油。
然后下一步，我们要用我们的蝴蝶棒，20分钟，OK。因为我今天用两个煮锅，所以我不用洗，因为他食谱里面叫你去洗一洗你的煮锅，然后这里有一个视频教你怎么放你的蝴蝶棒进去。很好用，我的手。我看，OK，放我们的whipping cream 鲜奶油600克，我就放300克。现在天气这么热，这个必须要放在冰箱里，你要用的时候才拿出来。30克的糖，如果你不想放太多糖也可以。30克的糖下一步，先帮我儿子帮我拿我的盖子走啊。因为我们要打我们的鲜奶油，我们必须要盖子啊，全部都很干，因为这个还有点点湿。然后我们不用量杯，我们就用手放一点点vanilla paste，这个是我的 vanilla paste，5克的 vanilla paste。如果你没有的话也可以，但是呢。真正的加拿大的 strawberry shortcake 呢，它就放这个比较很鲜，很香。少一度，然后不用量杯，然后30秒，速度三，然后你就用你的手，OK，30秒速度三，我看一看，要不要再打？然后这个呢，已经准备好了。刚才我们就用这个，然后我教大家怎么吃这个。30秒，很快。我们再看一看，哦，好像要再打一打。下一步，对，再打一打几秒。我再打一打，再打一打10秒的，我再打15秒，就是45秒，45。好了，哇哦，看到吗？45 seconds，45。就不用它了，我们来吃了，可以吃了。OK，我来切。然后这个是刚才我们做完的草莓，对不对？OK，然后这个也是香了，不用它了。OK，切一半，也可以用你的 stick knife。吃那个牛扒那个刀，然后这样子轻，因为它很脆的，然后就轻轻的切一半，一半这样子。然后呢，我们就拿我们的这个cream whipping cream，好香诶，因为那个 vanilla，对，然后呢，草莓，刚才我们做好的草莓放上去，你看到，记得一个草莓切成4块，小小的，扁扁的，一根，然后如果你喜欢它的汁，你看，因为它有一点点那个汁。
如果你喜欢放那个汁也可以放，看到吗？所以为什么要用鲜的草莓，然后上面也放一点点。你在外面吃一个差不多五块多六块，应该是六块多了现在。Okay, 然后呢你就放。这样子就可以了。然后就放一点点这个装饰。然后这个碎碎的拿走。好了，然后如果你再喜欢的话，再放一点点这个哇哦，好棒啊！耶、yeah! ！Happy Canada Day！Yeah，Happy Canada Day！ 哇，这个蛋糕真的，我们这个课程怎么那么棒？一个蛋糕比一个简单，对，一下子就做完了。哦，这让我想到那个上次我们教大家做的数字蛋糕，然后呢，现在教大家做这个加拿大人最爱的这个 strawberry shortcake。其实这个蛋糕，我们说是蛋糕啦，哦，但这个呢，它真的是很适合我们，新手入门的，不管你。有没有做过蛋糕，有没有做过烘焙，那这个食谱呢，它几乎没有任何的技术条件的要求，然后它也没有任何的器材的要求，你只要有烤箱。那我们知道加拿大的家庭都有烤箱，所以呢在这边呢就非常非常的棒。那在这里呢，刚刚比较慢进来的同学，我们再跟你分享一次哦。在这里我们的这个食谱是来自加拿大的这个 Cookaidu Collection 第一本属于我们加拿大的专辑。那么这个专辑的里头呢，这个食谱叫做 Canadian Strawberry Shortcake。 那Linda 老师之前几个月前就已经做过测试了哦，这个测试食谱。那么这个食谱呢，老师说非常的好吃。 OK， 那就在这本书 Oh Canada OK， 那达是我们加拿大今天发行的第一本专辑，是属于我们加拿大文化的这个食谱专辑哦，在这里，那大家做一个 screenshot 好吗？然后你们就可以去搜寻这个食谱了。OK， 好，老师有人问，和鸡蛋混合的鲜奶油是多少量？85克，我是用85克的，因为我今天是用一半的。好，今天老师的这个食谱它是减少分量哦。那在这里看到，在这个做这个蛋糕体的部分，他说170克，我是用85克。对，这里哦，好，所以你们可以找到这个食谱的这个链接，然后呢？可以在家里面自己操作一下，因为非常的简单，它的这个混合的这个速度只有数秒钟，一共加起来不超过15秒 ,15 seconds, 是不是太简单了？对，我们真的是越来越厉害了哦，所以呢有这个美善品呢，大家可以尽量玩起来，然后在这个操作的这个怎么讲，造型上面，我给大家一些 idea。那你既然可以做数字蛋糕，这个strawberry shortcake 它其实也可以做一些造型，譬如说你可以把这个面团把它做成 A B C D 字母，或是你可以做成数字1234啊，然后就在你的烤盘上面把这个蛋糕体烤好以后，然后对切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可以做出好。很漂亮的这个装饰，那装饰当然就由个人的这个创意。
加拿大日快到了。如果你想要在后院招待你的朋友一起来 barbecue，那这一个就是，哇哦，这一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加拿大文化，加拿大人都喜爱吃的 strawberry shortcake。好，在这边介绍给大家，好棒哦！对，还有那我我们们后有面这看到有个一位后，Ethan，Ethan 对，他在在做忙这什个么呢？strawberry mojito。哇，可以来告诉对，我们你是怎么做这个 strawberry mojito 这的个吗？strawberry mojito 呢是可以用酒的，但是今天我们不要用酒了，因为小朋友不能喝酒，对吗？我们只是用草莓，还有青柠。青柠还有brown sugar 黄糖，还有那个薄荷叶子，然后我们就把草莓就跟冰块打碎，然后就放进去，然后我们就放矿什么水 sparkling water 气泡水，气泡水，然后呀、就做成这个 strawberry mojito。很棒哦。所以呢，小朋友在家里面，如果你觉得这个有过甜的话，你就可以黄糖是不是可以减少一点？对，不过我觉得小朋友是吃到甜的都会很开心了哦。那我们在加拿大的这个节庆里面呢，一系列的这个草莓的食谱，不但是今天我们谢谢这个 Linda 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好的这个食谱，还有Ethan 教我们大家做这个 strawberry mojito。mojito 其实很简单，它要的就是糖，还有这个青柠。然后先对，把它捣碎，捣还碎有哈，薄荷叶最重要。呀，薄荷叶子，好，然后呢，一起捣碎以后加入冰块，或是你可以不加冰块，然后呢，加入气泡水，好，很棒，很棒，对，又可以吃又可以喝，不用吃晚饭喽。对呀，今天的食谱是不是很简单呢？大家。对。一定要跟着做一次哦，一定要跟着做一次。那么我们呢，接下来几天连续的几天，我们都会有很精彩的草莓的这个食谱要分享给大家。那尤其我们昨天呢，在这个温哥华的这个 Richmond，还有很多 Richmond 的这个 team leader 和这个顾问们都一起去参加了我们的这个strawberry picking。下一次我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的朋友跟我们一起去参加这样 local 的一些活动，采集了这个新鲜的水果。那接下来明天我们要做什么呢？跟大家预告一下，明天我们也要教大家两个非常简单的食谱。第一个是教你怎么做新鲜的草莓 yogurt，然后呢，再来我们会教你怎么做这个草莓的，不能说草莓棒棒糖，应该叫做草莓糖葫芦，OK？所以哇哦，草莓糖葫芦，对，就是跟小朋友一起玩，然后这个食谱超级简单，而且超级棒棒棒的哦 ，Linda，我还在说话，你就在 Brenda，Brenda，Sorry，真是太好喝了，Brenda，实在是太过分了，哇，太好喝了，对，我家也有草莓。好，很棒，很棒，谢谢 Linda，谢谢 Ethan，Ethan 很棒谢谢哦 Ethan 啊，是吗？，Thank you Ethan，他听不到，OK，好，很棒，谢谢大家。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，可以欢迎在这个 Q&A 留言，OK。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哎，不要忘记今天晚上动手做一下，因为这些材料说实在的实在是太过简单了哦。那我们希望能够让你看到，在这个美善品的这个厨房里面，你可以把这个平凡的这个材料变成非常丰富的材料。那我们也希望能够看到你做好的成品，然后回复就是分享给我们的老师好吗？让我们老师更能够有这个动力。然后，创造更多的食谱来分享给大家。不要忘记，明天我们是早上的课，明天是周六，我们想要把时间留给你参加家庭活动，所以明天早上10点钟，同学们上线来看怎么做新鲜的草莓 yogurt。
然后还有我们的草莓糖葫芦，谢谢，谢谢 Linda， 谢谢，拜，Thank you， 拜拜 ，Thank 太简单了 you， 这堂课哈、哦，对，好，各位同学，谢谢你们的时间，我们下周啊，不是明天见哦、，OK， 好，拜拜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 拜拜，拜拜。